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，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，谢谢。手机处于飞行模式 ，WiFi 功能已关闭，谢谢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，现在机舱外的温度为28摄氏度、82华氏度，飞机还在滑行中，请您保持安全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抵达羊城广州，飞机还在滑行中，请您保持安全带系好。下机时，请您带好您的全部手提物品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，现在机舱外的温度为28摄氏度、82华氏度，飞机还在滑行中，请您保持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由北京飞往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航班。本架航班将于30分钟后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。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抵达羊城广州。飞机还在滑行中，请您保持安全带系好。下机时，请您带。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抵达羊城广州，飞机还在滑行中，请您保持安全带系好。下机时，请您带好您的全部手提物品。感谢您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，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，谢谢。手机处于飞行模式 ，WiFi 功能已关闭，谢谢。